陈飞宇最好的朋友，不是刘昊然，不是彭昱畅，而是颜值逆天的他。陈飞宇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男明星，长得很帅。有很多网友认识陈飞宇都是因为他是陈凯歌和陈红的儿子。作为一个星二代，陈飞宇从小就备受瞩目。喜欢陈飞宇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，陈飞宇是因为出演电影《赵氏孤儿》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的。之后陈飞宇也陆陆续续出演了非常多优秀的影视剧。除了和刘昊然之外，陈飞宇和彭昱畅也是非常好的朋友。彭昱畅最开始是因为出演网络剧《太子妃升职记》从而进入演艺圈的。现在的彭昱畅还是综艺节目《向往的生活》的固定嘉宾。在节目中彭昱畅也非常的圈粉，因为他的性格很讨喜，干活也非常勤快。彭昱畅的演技也非常棒，